让我们了解如何更换 HP Inktech 的猎印头，确认印表机电源已开启，打开挡门，按住黑色影印按钮约三秒钟，直到托架移动，按下蓝色托架卡榫将其开启，按下猎印头并将其取下。请注意，猎印头上可能有墨水。开启猎印头，取下橙色栓塞和胶带，并避免触碰触点。向上将猎印头推入，直到卡入定位。关闭托架卡榫，猎印头存取挡门和外门。为了获得最佳品质，您可以猎印校正液。